欢迎来到魅力抖音，祝您笑口常开。老公，干嘛？我想买条黑丝啊。黑丝？黑丝是正经人穿的吗？我就穿给你一个人看。啊，行行行行，来来来，500够不够？够了，我现在就去买。咋样的车我买的，姐？买这车真不错啊，不错不错，嘎嘎新。我这车还有功能呢。啥功能啊？你好，本田。你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哎呦我操！我也来试试啊。啊，来吧。你好，本田，打开枪。当公司来了新的保洁小姐姐，你看他们又撩那个保洁小姐姐。上班时间干嘛呢？你们太过分了。同事做的呀。部长，你看他们又上班时间撩保洁小姐姐。干什么呀？哎呀，你这没过来吧？经理，你看他们又上班时间撩那个保洁小姐姐。上班时间干。你看，没有上班时间撩那个保洁小姐姐，太过分了！我理会了，跟你聊天了。叮叮叮！你干啥呢？拖地呢。媳妇儿，你平时就是这么偷钱的？对，平时我姐夫偷零花钱招可多了。小妹儿，你干嘛？怎么没变大？治水不够吗？叮叮叮，你去死吧！救救我，救救我。不同时期女朋友坐副驾驶，刚在一起时走吧，在一起三个月后走啊，在一起 N 年后看啥呢，走啊。你好，美女啊，那个房租该交一下了。哦，好的好的，马上给你转啊。哎，你租了叔8年房子，完了，现在房贷终于要还清了啊，谢谢你啊。没事没事。那这样晚上请你吃个饭吧。哦，不用不用了。你说你跟叔叔客气啥呀？这都小事儿。今天浩然约了我看电影。我儿子吗？对呀、啊，这几年房租都是他交的呀。你还好，完全不理人家，受不了，受不了你。
哎呀，我累了。才没走几步，怎么就累了？走了100米，我考完试。那、躺吧。我想去那趟。啊？你怎么还带这个呀？你要玩什么呀？我在往航海玩新出的热火航线啊，最强舰航，好厉害的。我还以为你要跟我玩什么游戏呢。我一定坐死你啊，你想什么呢？哥哥哥哥哥、我发现一个好玩的。啥玩的？你说四遍有有有。四遍？有有有有。那你和猪有区别吗？我和猪有区别。那你像猪吗？我不像猪。那你是猪吗？我不是猪，我差点绕进来了。那你如猪吗？我如猪，我如猪。你如猪。那你朋友知道你是猪吗？我朋友知道，我朋友不知道我是猪。哎呦我的妈！当我和妹妹一起对付弟弟时，你在做什么？自己都不支持妹妹的，是心动啊，到高天山洞。妈呀，臭大爷，自己都不支持别人的。咱们圣诞班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刚领了500英里，过年过节就不能多领2000了。你大姐和你二姐都给我准备礼物了，连年没有你给我准备啥了？一会儿。我往那边给你掏56分，不是88分吗？去那个机场多少钱呢、哟，怎么今天这么多人去机场啊？我刚送一个回来哟、要休息。钱不是问题，就是你会不会走那个路啊？我赶时间啊。哦，那个路我很熟悉的，刚送回来啊。哈哈哈。上车，老板。你慢点，等下我要睡觉了，我上车。哦，到了我叫你啊。你坐上面一点，我还能坐下。好，走走了。老板。到机场了吗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说的是去机场啊！这里就是机场啊，是我们镇上最大一个机场哦。我是说我要去机场坐飞机的，我要去北京。那种老板，这种机它也会飞的，你看，会，只是飞不高而已。哎，老板。还没有给我钱呢、给钱给钱给什么钱啊？我说我要去飞机场，你现在逮捕我坐飞机了。带我来的这个什么村里最大的机场，什么镇上最大的机场，你这条村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肚子疼，看着肚子。你还能吃晚饭吗？吃啥呀？喘气儿都疼。哎呀，笑。妹妹你别忙，晚饭都没有了。真是认真。那咋整啊？要不我订点串儿去？那还嫌一块儿的。整点串吃。行，我来就行。这玩意儿那么好吃的，来。哎，吃不了胖。那你吃不了你们。行。怎么嘚瑟是不是？哎呀，这天真晚，这好好的吃的肉多好。天真晚、我嘴坏了，我手没坏。你知道为啥吃不着吗？话太多了。闻闻吧，香吗？
白老王，那个你手术还顺利吗？哦，呱呱，嗯，挺好的，一切都顺利。顺利就好，我之前太忙了，都没有时间去看你。哎呀，都这么熟了，你忙你的，没事啊。那个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些礼品过去，你签收一下哈。嗯。纯牛奶一箱50，鸡蛋一箱60，果篮一个120，一共的话是330，我给你微信转过去了。哎呀，乖乖，你太见外了。没事，我一点心意嘛。那行吧。嗯。要不你留下来吃顿饭再走。嗯，那行吧，听你的。我给你准备了一桌菜，嗯，鸭爪炒鸡蛋48，嗯，西红柿炒番茄32，你最爱吃的干锅带皮牛蛙88，青椒炒月饼68，纸巾2块，无米粥4块，一共250，我微信给你转过去了啊。哎呀，你真是的，这么丰盛，那菜也不是我一个人吃的，要不然咱俩一人一半吧。嗯，250除以2等于125，我给你转过去了。哎呀。好好好，吃好就行。哎呦我的妈！谢谢你的盛情款待哈，祝你早日康复。我这几个菜嘛，这谁能顶得住啊？来了，看人家减肥的人啊，减肥人的菜呀、啊，这是丰盛啊，这啥都有啊，绿的黄的。哎，我这个特别健康，还夹个红色的，咱们这不也有红色的吗？夹个红色的，又夹个青菜，给咱也夹个青菜，哎，夹上。啊，这是一压一夹嘛，看我这个一卷、哎、这都是同源同宗的，就是异曲同工的。你那个还叫美食，你那就是对付一口，你还美食。减脂圣品，你这些玩意都得剩，还剩品，真是剩。看我这排骨烂不烂，熟没熟。妈，脱骨了。正式的卷一个这个卷饼，把想吃的都加进去，荤素搭配就是美味。小葱一放，这小饼太薄了，我的天哪，这薄薄的小饼也盖不住我这肉丝的香气，盖不住我肉丝的香气呀、啊！收！本期节目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期见。